我要起诉。请问你要起诉谁呢？我要起诉我的女儿陆瑶。起诉你的女儿？你先别着急，你为什么要起诉她？她不赡养老人。请问你的诉讼请求是什么？我要求她每个月支付我们400元的生活费，按次次支付，必须交到我们手上来。全体起立，请法官入庭。请坐下。都江堰市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今天开庭审理的是原告江堰青诉被告陆瑶赡养纠纷一案。司法官，我女儿怎么还没到场？被告人陆瑶经本庭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庭依法缺席审理。只是说他的老伴生病了，女儿不在也管不了他们，但是我看他的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差。400块的赡养费好理解，但是要分四次给，这其中就大有深意了。江阿姨您好，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跟您聊一聊。有什么好聊的吗？我在法院该说的都说了，你们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阿姨，我看你们家条件挺好的，问孩子要400块的赡养费。你小孩子懂什么？条件好，就不是赡养吗？我们家小孩他根本就不管我们。陆瑶还没回来过吗？他呀，他忙得很，应酬又多，他呀都没有把我们放在心上。你看法院开庭他也可以不来。哎，二位，我今天啊就不陪你们了，老头子还在医院呢，我去做饭去。啊，对了，我看你们两个跟我女儿好像差不多大吧，你们的父母啊可能跟我们也一样大，我说啊你们有空啊常回去陪陪老人。经过打听，原来江堰青一家也算是有名的幸福之家，女儿陆瑶从小成绩优秀，江堰青两夫妻也一直为有这样的女儿为骄傲。然而优秀的女儿志存高远，工作以后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瑶瑶，你今天能回来吃饭吗？今天同事聚餐，实在是回来不了。改天我回来吧。哎，瑶瑶，你今天还忙吗？哦，这周都没办法回来了，还在赶一个文案呢。喂，瑶瑶，我和你爸都挺好的，你呀，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女儿越来越少的回家，江堰青和老伴儿似乎也慢慢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然而突然晕倒被送进医院的老陆被诊断为轻微中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可以办理出院。回去啊好好调理调理。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人老了，只是辛苦你了。说啥呢？难道还靠着上女儿吗？虽然虚惊一场，但是也让江燕青和老陆开始深深地感受到人已步入老年阶段的脆弱感。今天就不做饭了，我们出去吃吧。菜点好了，咱们开始吃饭吧。你看女儿又没有来，你点的都是她喜欢吃的。老伴儿的生病让江燕青第一次感受到老年的脆弱感。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忙碌的工作，辛苦的生活，难道不就是为了一家人团圆在一起吗？女儿不是不孝顺，她只是害怕见她的机会会越来越少。情急之下，他竟然将女儿告上了法庭。其实啊，我也知道我女儿他们啊平常也挺不容易的，工作也挺忙的。哎，他们也经常啊叫彭导给我们带些东西过来。哎，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是要的是心里的安慰。你说我们两个老的退了休下来，我们的工资也够用了。这次，哎，我叫他们给个赡养费啊。哎呀，其实啊，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啊，他们经常回来，我能看着他们，心里啊就舒坦。哎，我也真的知道，真的他们还是不容易。喂，爸，我还在加班呢，你们就先吃吧。用加班哦。以前说会吃饭的，我弄了一桌子菜，又不会了。回去陪陪老人，我只是想他们经常回来，我能看着他们，我心里就舒坦。郑哥，我们还接着加班吗？不了，这几天我们都在加班，我们回家还是陪父母吃个饭吧。法官您好，那天的庭审我没来，我是特没想明白为什么我的亲妈会起诉我不赡养她，别人以后怎么看我呀？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感受吧。这几天通过对你父母的了解，我心里也感触颇深。我们都作为独生子女，我们确实承担着赡养父母的全部压力，但是我们在忙于工作应酬的时候，是否忽视了父母在一天天的衰老，更需要子女的陪伴呢？平时你打电话的时候，他们说家里一切都好，但是他们真的都好吗？你母亲起诉你，只是希望你常回家看看。你父亲之前住院不是感冒发烧，而是中风了。你妈妈害怕了，她老了，还能靠着谁呢？
你陪我玩吗？你长大了以后会不会一直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啊？对，我要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回家的路上，路遥想起了曾经的某个下午，老爸在院子里摆弄着花台上的花，虽然依旧虎背熊腰，但腰板没以前直了，头发也没以前挺了。他一下子体会到了父母心中的期盼，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给自己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都江堰市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今天开庭审理的是原告江堰青诉被告路遥赡养纠纷一案，请原告宣读起诉状。其实这个事情我也不想把女儿告到走到这个地步，是吧？本来也不是很大的事情，我呢就想女儿经常回来看一看，是吧？最终原告撤回了对女儿的起诉，一场在情理法都值得深思的案件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路遥现在明白了父母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他，而且他们后半辈子能依赖的只有他，赡养他们绝对不是把钱给父母让他们独自去面对生活，而应该是参与他们的生活，陪伴他们享受生活。现在宣布闭庭。全体起立。郑法官，谢谢你，这段时间我们的事儿让你费心了。我最近确实工作特别忙，忽视了父母对我的依赖。我不是个好女儿，也没有做到一个女儿应尽的义务。通过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了，我平时应该多多的陪在他们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们，是吧妈妈？其实我应该谢谢你们，这个案子也交给我。